很难接受，你知道吗？很突然呐、啊，一直想说他一定会好，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。啊，他自己也很坚强，说他一定会好，所以我也一直期望说他好了再跟他碰面哦。想不到他一进去就出不来了。致意的时候有没有再多跟他讲几句话？要讲什么？只是心里很难受，心里很讲不出那种感觉啦，很突然呐、啊。一直想说他一定会好，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。上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状况？大概有两三个月前，他进院我就不敢去了。他自己也很坚强，说他一定会好，所以我也一直期望说他好了再跟他碰面哦。想不到他一进去就出不来了。谢谢姐，谢谢。他一路好走。